本期话题：晚上吃西瓜会长胖吗？黄世静，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晚上吃西瓜会长胖吗？因为西瓜呢是一个常用的清热解暑，它本身的含能量虽然不算太高，但是毕竟是含有糖分，所以一般情况下正常我们达到清热就一般常规量吃西瓜是不太容易就是发胖的，也不至于引起肥胖，它本身是凉性的，能量也比较低。但是如果我们不节制又过量使用，又加上晚上吃了之后那么量过大，特别是本身就是说肥胖啊体质的人，那么能量过多加也会引起肥胖。所以呢，建议就是说比如说有糖尿病的病人，那么一个是不要过多吃西瓜，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量，那么适量的西瓜本来是达到清热解暑，本身具有了调节代谢利湿这样的一个效果，如果说我们过量那么就适得其反，那么还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建议吃西瓜空心瓤的部分那么尽量控制量。如果当然呢，你要如果说是对西瓜靠白比较白的或者靠皮的部分，那么清热利湿比较强，它就肯定不会发胖。